我们三个房间好他。我在房间里面孤独的等着那个奶茶。那哦，拿到了就要、哎、这台刷是哪个？这个。哎，我选真是。为什么今天的光没有那么好呢？是因为没有那个镜子。没有这个镜子，镜子在我这儿。我还有一个，你求我。求求你了。啊，你真的好容易求人，受不了。只要别让他求，他绝对马上。不是啊，主要是求过一次就无所谓了。你下次，你下次让他叫姐姐，他今天叫过姐姐了没？叫你吗？真的很无语，我跟你们说，今天后台大家一直疯狂让我叫他们姐姐，我真是搞不懂，他们是不是有一种什么癖好，就是兔，癖好就是。就是菲菲叫我叫姐姐，然后兔兔叫我叫姐姐，他们都让我叫一圈，我实在叫不出口，但是我还是叫了大概五六七八下吧，看看有没有。但是虽然我叫不出口，我实在迫于那个窘况，我还是叫了五六七八下。他们一会儿兔兔叫我叫姐姐，我说姐姐，然后他又叫我叫，再叫一次，然后我一直不叫，然后哎呀，大家都盯着我说兔兔姐姐，他们我一叫，他们啊。是啊，我不知道在家，我不知道在啊什么。对，这不是很无语了吧？我不知道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干嘛。我说再叫他叫姐姐。对，一直叫我叫姐姐，迫于无奈我才叫。我可不是。大家这么喜欢被叫姐。对啊，真的很无语。这个灯真是没有电。那你把这个线拿过去充。好。不是说想被叫姐姐，而是想看张胜尴尬的样子。叫的可顺溜了，主要是我哦，猪猪也是，我去都叫不叫，主要是不叫也那个就是真尴尬。你就是唯独没有叫菲菲，对我叫不出口，不知道为什么。说他都是叫我菲菲阿姨的啊，我可没有，是菲菲他自己说。张瑞都是叫我菲菲阿姨的，不是、啊、他说可以，哎呦，但是我真没这样叫过哈，是他自己意思，就是说我叫兔兔姐姐，叫他就要叫阿姨，他是自说的，不是我可没有说过。刚开始这个局面只有我跟兔子还有北哥的时候，看见他们说叫兔子姐姐，然后我说那你叫我妈吧，然后对，我说哎，你给我的线真好，插半天插不进去。你自己脑子不好，你要怪我的线。这个线你来插。我一个是 Type C， 一个是安卓的，你来试试，你能插进去？你是不是不聪明啊？你自己不聪明，我去，受不了。没用过这么高级的鞋。Mini Sole 没用过是吧？居然不喜欢我。我真没用过。不喜欢别人叫我妈妈，不许在台下抠我妈妈。就是。我受不了了。怎么会有人在少女偶像的公演上面管人叫妈妈？就是妈宝，我去，真差不多。不是妈妈，要找妈妈回家找。哦耶！我受不了了，不许妈诉我。什么意思？这样会显得我现在很像那种，现在你们这样怎么显得我现在发际线高，像是那种中年秃顶？是不是好看一点了吧？我会觉得自己。我一旦带入了这个人设，我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冲动。对，他们真的很变态，就是想让我叫他们姐姐。真的受不了，不许叫我妈妈。他们是不是很变态？哎，算了，别叫我，我受不了了，怎么叫我都接受不了。然后北哥说可以叫他奶奶了。他家里叫太爷，我说你家叫太爷爷。占我便宜，我真服了。我说洗涤一些肥粉，是不是？这个这占我便宜是吧？不许玩！哎，你们熊猫怎么回事？都出来了袋子。就是。很搞笑。妈妈也会秃的，看我现在才22岁，我就秃了。不知道。他们很奇怪，像而且我被围到一圈，像那种被怪姐姐包围的那种。你们如果你们能亲眼见识那个场面，真的很吓人。主要是我在这儿吃饭嘛，这个桌子是这样子，然后菲菲坐那儿，兔兔坐这儿，然后这个是谁来着？奶盖，然后那个是北哥，然后这儿叫姐姐，再叫一声。这些东西没有人能播出去的，懂吗？
叫姐姐，叫他叫姐姐。哦，陆静婷也来了。他们像那种，他们叫陆静婷，叫姐姐，叫猪猪姐姐，叫盖盖姐姐，叫润润姐姐。哎，很搞笑，真的很搞笑，像认亲戚一样，在那一圈，是不是很奇怪？这个姐姐就是那个对盖盖姐姐。对，叫兔兔姐姐，很搞笑，我真的很无语。最可恶的是那个陆静婷呀，我，哦，是你拉的，我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那个猫在那拉的，不，没事。主要是最可气的是那个陆静婷，居然敢让我叫她姐姐，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耍长？她卡字很紧，但我总觉得她是歪的，是不是？刷脏了，真的是。好的，是不是他叫我叫他姐姐叫一声？我说，你想得美呀！我去，但你还是叫了六七八九声啊，叫了好多姐姐。是，就是那种就是公演的那个后台，瞬间就变成了那种过年串门的那种亲戚家，亲戚家，自家的小辈儿、小孩儿一块去串门。我叫了兔兔，叫了。那喊姐姐好。猪猪主要是兔兔叫我一直叫他，什么喊了之后说恭喜发财就会有红包，对，然后一叫，然后他和菲菲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叫菲菲了，不是，是那个场景下那么多人围着你逼迫你叫，你们懂吗？你敢不叫吗？当然是刘丽菲了，我们对的，那么多人围着你，那个诚恳，就是那个恳切的眼神看着你，你敢不叫？就大家都盯着你，就在等待着你。哇，我的小铁宝！珍藏的宝藏，我们队的花才会有些闪不拉几的东西。然后真的受不了，增加这个男人伤冤啊！可以，全身上下一点闪的东西都没有，啊，会怎么样？就是我不想让当时那个场景尴尬，我就叫了。四个人，我还害怕我叫了之后更尴尬，幸亏啊，他们还要啊，懂吗？有了那种有专属经济，懂吗？装饰对。吸了奶盖，突然开始打上去，我上面开始搞点崩溃。什么？是我先？我看你那个，本来今天搜了那个渊，他要穿个那个丑外套。他还要来跟我讲，这样是不是很好看？我直接给他脱了。对啊，我直接给他外套脱了。然后呢，那个有个 staff 姐姐说，张润你是他们的什么来着？造型师，对对对，嗯，确实，因为很丑，我去，主要是，哎呀，你在这说啥？说习惯了，干嘛是吧？来，好搞笑，主要是吃，他年龄的是那个菲菲 baby， 然后呢，很好吃，就是吴雨霏，因为真的，他那个。他那个冤，我给他想了一下，还是不要外套比较好看。永远都是那件白色上衣，黑色黄若彤啊，永远都是一个白色的短上衣，然后一个百褶裙，黑色百褶裙。然后吴雨霏说：“他说我每天上 UNIT， 大家除了我们这个 UNIT， 大家都穿得很漂亮，只有我感觉我带了两个秘书上去跳舞。”笑死。然后他看着我们把骚扰围着，他说。啊，黄若彤能不能这个样子？我出钱给他，让他帮你改造一下。这是谁的手机？我的。来拍照的。本来是希望拿来拍照的，怎么打不开了？打不开了，不知道。感觉可以。白修。一个抖音行不行？你把奶奶公开一个。真的很搞笑。斯巴改造师，对对对对对。黄若彤遇到第一个，好想喝奶茶呀！哎呀，好想喝奶茶。奶茶真好喝，真是。Sola 都不知道打电话叫我，他给我发个微信，他说喝不喝奶茶，我怎么看得见？我当时在吃饭。喝不喝奶茶？你们不是晚上喝了吗？还行吧，那你为什么问他？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问？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不打电话问？我只是想找个凑单的，他没回来我就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想让我凑单？你们俩可以凑一个。搞笑！我跟你讲，我们队不是唱那个换吗？然后那天正好石如君跟兔子，奶茶真好喝，你知道吧？这个换就是那种很性感的唱法。然后我们不是给我喝一口。
这什么奶茶？抹茶。抹茶生椰。喝到那个兔子和什么？算了。喝粥。好，来两个直男。我不喜欢抹茶。他们一张嘴去，我不喜欢抹茶，抹茶什么鬼？就是很好的，就是很好的唱出一种很直男的感觉。我很不喜欢抹茶，我喝不来。不要那么直、啊，真的是狠狠的笑死我们了。对，因为我以前这个我说过，我再说一次，就是我有一次大概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去那个我还记得是哪个商场，我去伊藤洋华堂的一家专门卖抹茶的一个专门店，然后我买了，我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店开的挺高级的，我去买一下。然后呢，我一喝，我去，太难喝了。就我本来以前还能喝抹茶星冰乐的，自从喝了那个之后，我再也不能喝抹茶了。就它是很浓的抹茶，你们懂吗？就是那个茶吧，就茶，又苦又难喝。什么？是抹茶？就纯抹茶。关键是那个家就是，那家就是专门卖抹茶的，可能就更浓郁。我喝了之后，我连抹茶星冰乐都不敢喝，就是我喝了我都难受。我知道他在肯定打不过 IFS 啊，不过我还是挺喜欢伊藤洋华堂的，因为伊藤那种娱乐天赋在镜头面前的很日系，就是伊藤是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以前喜欢买轻松熊，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轻松熊呀那种，对，而且他的那个负一楼还是什么吃的都是那种还可以，我以前小学喜欢轻松熊，现在一般了，现在喜欢美乐蒂。唱歌那几句话，然后说完我这个就摔下去了，关了，多久关的？这不是老师，而且我喜欢一，你们去过双楠店吗？双楠店去过没？你们去过双楠店没？就是清水和大桥那边，你们都去过啊？那边还有一楼的那个有一家面包店，好像是面包新宇的那个冰淇淋也是。我小学只要去那个，就是去伊藤，就是我和同学周末就是要去伊藤。玩，我也不知道玩什么，就是玩那个去那个电玩城玩，还有就是去伊藤，菲菲还翻唱过那首，就是一楼那个面包新宇，他那个冰淇淋很好吃，有没有觉得？确实还行吧。哎呀，我今天的 highlight 都对，以前小时候觉得真的很好逛，特别是儿童区。而且我以前小时候还喜欢去那个新华书店，就是在锦里附近吧，你们去过那家那个没有？就是有很多层的那个新华。对，以前喜欢去看漫画书。不是去看漫画，是买漫画，还有买那种。我小学就买那种美妆的杂志。对。我今天这个对哦，对对对，书城，新华书城，就是还很，而且那个新华书城比装修的比较好，然后杂志，然后还买的，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小时候真的买了很多那种米娜，还有那个什么新威那些书，我单纯只是因为我觉得里面的美女很好看，我不知道怎么那么胖，我真的买了很多，但是我又觉得我的脸。就是正好在我的身上，真的，我好像以前还发过呢。就觉得我在上的人，我的脸会太凹。我那是我发的，我以前还我好像发过，就是我以前发过很多我的漫画书的那些，但是里面就有杂志那些，我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怕我的手臂看起来可以。而且以前都不舍得，就是小学的时候都不舍得去那个，你们知道那个书城里面有那种咖啡店。我去，对，不舍得买一杯水，几十块钱，我觉得好贵呀。让我们去坐在那个，你们懂吧？就是坐在那些，就是坐在那个书旁边看书。哎，什么？我的衣服吗？张顺奇。对啊，米娜那个书。主要是书可以留着房摆着，对对对，坐楼梯上。对对，对啊，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困了，太无聊了，我坐的那个，
小学，小学也没有给多少钱，就是比如说去这些地方书城，对，小学的时候觉得几十块钱一杯水好贵，就是，而且又是喝那种茶，你们懂吧？就是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你们懂吗？就是那个书城里面的都是，你要意思就是你要坐他的位置，必须要买这个水，可是。又不是很好喝，然后又感觉好贵呀、啊，而且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那种，对，现在应该也不算便宜，就是很普通的卖那么贵，就没必要。万一大家没有很隆重，我还想起就是以前我阿姨，就我和阿姨一起去，就是我爸爸的老婆。就那个时候，因为然后呢，我们哎呀，就不说这么多。然后就是去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买了很多书嘛，主要是我买了一个动漫的那个书，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买。然后阿姨说让我买，就是阿姨，我当时还觉得她会说我什么，你们知道吗？不是太贵了，这里面的内容我感觉不是小孩看的。你们懂吧，那个动漫有点大尺度，它的那个它是那种动漫的那种画册，对对，不是倒不是这种，就是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动漫的名字叫什么，迷茫管家与懦弱的我，好像是叫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吧，然后呢他那个画册反正就是稍微那么那个，但是也没有很那个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我会觉得哎呀，这样子让家长买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就你们懂吧。结果我阿姨说这有什么，就是这是正常，就是他反而就是在就是说喜欢就要买，对，真的，我当时就是脚趾抠地了，就是你们懂吧，对，我当时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那本书，是他那个封面好看还是什么，我随便买的，你们懂吧，主要是那个时候我才小学生啊，二三年级吧，三年级，对，三年级，对，我好像才三年级，太不错了，我要去唱啥呢，才不是专门去买的，是我在那逛，我买了好多书，其中一本是这个，我当时打开我就是有点就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不是管理管家，我记不到书的内容，只知道有一点不适合，也不是不适合，就是感觉稍微尺度大一点。最近比较乐观，不许碰撞。嗯。但是拍了我忘了，不就更加。哎，你们还真的吗？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讲什么了，别搜了，我这样搜的话我现在也会不好意思的，不准搜，不准告诉我，别，我现在真不知道剧情了，我只知道稍微有点那种，但是但是当时单纯是因为好看，有没有推荐的，不准，不行，这样子我会尴尬的，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记得，我真不记得，只是当时因为喜欢动漫，然后就是在它有一个动漫的专区，就有卖那种画册，你们懂吧，对，跟我没关系，蓝色还好啦还好啦，就看一些就是一些好可爱像小孩子，哦对，什么看起来还可以，确实，反正我只印象中只是这样子，让我啊，这本书是吧，哦对，他为什么绕到这个话题上，还行吧还行，画风好像还行，我连画风我都不记得，你说实话，但是感觉还行，我说姐无语了，画风有些感人，不好看吗，我是说那真的，你们都去搜了，别跟我说你们都去搜了，好像画风还可以，是吗，
什么？就是我在讲，我小学的时候买了一本动漫的画册，然后呢，我觉得不应该是小学生该看的，然后我就很尴尬。但是呢，我的阿姨就说：“哎呀，没关系，喜欢就买。”就在给我买。对，我跟你讲，今天我与大小姐。不是不是那个阿姨，是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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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吗？懂了懂了。然后他说，怎么一下就懂？懂了。有没有觉得？不管懂不懂，先说懂了啊。反正对。不是我记。敷衍我。然后我们走在电梯上了，他还要问我们是不是很紧吗？我说紧是无语。就以前看那个。黑执事也是，我都忘记现在都忘记讲的什么了，但是我又是看过的，就很多我都忘记剧情了。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看了都忘记剧情了？反正我是忘了。确实，高冉跟哥哥对很多都忘了，但是又感觉喜欢啊。没看过家教。家教。这个人都要解释，那个是。家教那个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读高中的姐姐推荐我，我还没看。是不是臭啊？我感觉我不是我喜欢的。我就没看。我当时喜欢那种，Love Live 那种。哦，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出小学。哦，我喜欢守护甜心那种。还有魔法少女小圆。学到了一个新的词汇。我全给谁摸我？真的，我说你不摸我干嘛？结果发现一个猫趴在我身上。谁摸你？我说谁摸我的腿？我去。我可以摸你过来给我摸。结果一看。快给我摸摸。提不得这种东西。确实。我说叫我干嘛？哎呀，自己以为不。真的，也不是说摸，就是我以为有什么事儿。对，怪盗圣少女没看过，受不了我。我喜欢 Nico， 你居然不知道我喜欢 Nico， 你真的不是我的女儿，你是假的。我受不了我最近自己，我最近怎么了？对，就我最近有一种就是开心过头的感觉，开心到有人在发疯。怎么了？吃醋了？我就在。不要尬，我尬住了。怎么了？不准走。你好像一个变态呀。哎呀，我直接想帮你变态。那你这次是不准太大了呗？不准是我的口头禅。不准不准。对，他想抓我。啊，确实，他想抓你头发。哎呀，你的这个香薰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我给你拆了，不想。确实，哎，成长了，现在我去，现在我是高人。不是，我在说话的时候就很想弄一些东西。成了你。然后，但是他这个本来就是坏，就是已经散架的哈，我就是想在玩儿他，你们懂。我可没拆。对，不出。对。会唱，但是我少数比较喜欢听的粤语歌了。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发现自己的女人缘有一点旺，说不定新的一年会有很多的女人。啊？没有没有。嗯？新的一年能不能不要讲怪话？新的一年能不能不要讲怪话？我的孩子少了一只马。能不能不要？没有啊。这儿一只马，两只马，三只马。我讲什么？我的工作室不好，我给你四只马，别加个眼罩吧，我突然想起，我跟你们悄悄说，那天奶盖居然给我说，叫我不准和杨若曦玩这么好，哼哼，什么意思？哎呦，大家才要啧啧啧，还有谁？还有吴雨霏。好搞笑！我的房间里一共就会出现那么多人，我数下，我敢发誓，我觉得非常。啧啧啧，我们也啧啧啧。雨霏，曾爱嘉，小马，申雨熙，刘星。不抓人了。黄轩这多。笑死。
像数这样，还没数完，大家都没有地方坐了是吧？是啊，我正把大家邀请过来，好像是坐不下。什么意思啊？不是，是我们房间没不准磕，什么都叫磕。我要是把我最近的这只是知己都请来，这只是这只是女孩子们单纯美好的友，还有点多。你们应该说太美好了，不应该说科属，你们应该说太美好了吧，哈哈哈。我跟你说，我对买了那个，不能说磕死我了，以后都说太美好了。然后已经穷到知道吧，这个显得要那种一点，真是哪个说的？最近格外的吸引人。找他对质，把他叫过来，就是他说的。虽然他是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突然来一句，然后我虽然我一笑而过，但是我已经记在了我的心里。就他跟我说的时候，哈哈哈哈，我这样子的，但是我记在了心里。还有什么元气呀、多少钱呀，然后什么什么猫，什么猫，这些男猫、女猫都一起数上，都爱我爱的不得了。哎呀，安不了了，算了。但是我有时候就看到有些很油腻的东西，我就会忍不住的就沉默。我刚才发给你的油腻吗？你这个恶心！我给你看了吧，那个。你知道我给你我说的哪个吗？那个小孩那个是有一点儿，然后谁？他不想理你，就那个小孩那个抖音，他是可以播的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播。我去，他叫声音我看了一眼，我给你看了的，不是那个抖音都下架了呗，太那个了。哪个？你提醒我一下。微信的，你看微，你有没有发给他？我是在现场给你看的，就他选择那个。别管他，别管他，别管他！我要给你看，我受不了。张瑞是一个奇怪的人啊！我不，我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关我什么事儿？就是我刷到的。你能刷到他了，你不应该反省一下你自己吗？不是，就是，可是刷到的人在评论下面都在说这个小孩。为什么我们刷不到？就你刷不到？真的。你看我的朋友圈，我的抖音打开都是什么？汤姆猫。你刷的都是什么？我刷的就是。小孩很奇怪的意思。你看，我刷了什么汤姆猫，我搞笑。什么？哦，那个吗？世界杯的哦，世界杯的世界杯。哎呦，可能你这个真的刷过这种，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正经？没有，世界杯的那个，世界杯，世界杯，有一点开放。有一点，对啊，我保存了，因为我觉得肯定会被他的那个家长看见，然后把他给删了的，因为小孩太要不得了，真的，该被教育一顿，真的，我就害怕我的朋友们看不见，我专门保存下来的，我不能让自己难受，我要让大家都难受，就是我要让他们都看，真发不出来，真发不出来，这个东西真发不出来。你们是真看不了，你们真看不了。反正就是那个小孩该教育，你们就知道，你们就只要知道小孩该被教育了。找不到了，真找不到了。我今天我其实，在抖音上给他们每就是给他们都分享了一遍，我幸亏我保存了，怪不得就今天我早上在坐大巴车的时候，那个视频就没了。谁看过？肯定是被家长发现了，然后删了。
但是他一套操作给我整成功了。一些搞笑视频没人看过，听我的描述应该没有人看过吧，就是选择的，可能不是你看的，我看的是那个，就是他选择，就是你们懂吗？哎，我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同就是有个选择的那个非常热爱搞笑的生活的人，我抖音简直不要，不会你刷到了吧，当时把我震惊了，怎么能当个那么因为他选择的不是好东西，也不是不是好东西，就是反正该被叫，主要是啊，你们能懂那种震撼吗？就是也不是震撼，就是大半夜我刷一个视频，突然一个魔鬼滤镜，不是，就是魔鬼滤镜，我跟真的，你们是没就是很诡异的滤镜，把我吓死。铜锣烧少儿不宜的时候，你们可没见过呢。小学生吧，应该是。习以为常，这个。好，我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就是。你看我刷的都是吗？嗯。每日一遍，防止抑郁。然后。没有了，你搜也搜不了。多有科普性啊！你看，我还会刷到，我还要刷到这种科普视频。真没有了，我都搜不到。我就是一个热爱博学，然后喜欢小动物的人。说点美好的。这个人设简直不要太美好。哦，你说的，哎呀，我去，我才反应过来，你说的说美好的。不是，是我那个了，就是我转发给别人，别人都没有那个视频了。想我了，来、哦。我才反应过来，你们的美好是那个。来呗。不准跑，不准跑。他真的好爱跑酷啊，因为他被关久了，好可怜。你也知道。过来，不许看我的眼睛，我没有。过来。没有，不要脏我，不要代替我发誓。对，以后都不要说太苛刻我了，就说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对呀、啊，小猫猫。除了夸杨儿媳美的。Timmy， 我去。Timmy， 不许跑。被孤单喽。我抓住喽。对。一个人傻逼蜥蜴。你看，这是客人。好搞笑，他简直比铜锣烧小时候可爱多了。确实很可爱，现在真的很可爱。你们知道我每天看这种，因为他一直被关着，然后呢他在那个玻璃那儿蹭，想要出来。养一只小猫是吧？我以为今天还魔飞魔可以抱，只不过要不是，说错了，江女孩。弹幕说铜锣烧能听这种话吗？把大耳朵堵住。没有呀，只是西西叫我抱下来给他玩儿，因为他喜欢小猫，必须要关，因为太臭了，也不是很臭，就是不香。吴亦菲最喜欢二次元了，还是等之后再那个吧。就要关，他可以关。没在。还在给我发弹幕，真的不香。直播吴亦菲，他直完了，直完了，现在不直了。现在没办法，只有之后才能不关他，要洗澡。他现在洗不了呀，真没有打完。他听不懂、哦。真没有打完怎么洗？没有厕所味，这倒不是厕所，就是猫身上的味道。哎，他肯定。吴亦菲不直了，传出去。听你，奥迪。还没吃我给你们看，把你的脚收一收，我要转过来了。哦，好吃。Timmy， 哎，我去，不理你了 ，Timmy 在我这儿。我可不可以拍你？是你下来呀、啊？可不可以？好，你看 Timmy 在我这多乖呀、啊、，Timmy。拍不到你，我要拍一下。啊，咬我！你下来，你下来，你别伤心。你下来，你把元气带下来。算了，你下来把元气带下来。他给你发。哦，元气会呕吐。Timmy， 不是他们三个会打鼠。哦、特别是元气要打 Timmy。他们在我这儿对吧？客厅的，你看多可爱。Timmy， 眼睛好大。哦，我去。
哎呦，他好爱杨洛欣，他想走，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想逃跑。不是，他只是在跟我抱抱。哦，是有点。啊，好臭！跟你说过了，你要抱，哈哈哈哈哈。啊，好臭！你脏喽！啊，我脏了，这个也叫臭啊！上次才叫臭，上次巨臭，那个不是也是我洗的吗？上次对，上次巨臭，然后杨若曦把他使劲抱着，我说别抱他，别抱他，你们懂吗？我要给你们演示一下，也是我给他洗的。上次真的很臭，然后我都受受不了，我说哎，我都这样子，我都这样子，我不想，我都这样子，然后杨若曦这样子这样子，杨若曦这样抱着我说别抱他，别抱他，巨臭。然后杨若曦说我洗的，我怎么就不能抱他呢？我有抱的比谁还那个，谁懂？我今天反而来说臭，那天是真的臭，今天我都敢抱了，那天真的很臭。你可以穿个凉的下来。那天把我臭死了，臭的我想逃离。然后杨若曦把他抱的这样子，啊，很搞笑，巨搞笑。洗个澡，洗个澡。对，主要是我都说别抱，太臭了。谁懂？对啊，我都叫他别抱，非要抱。现在说 Timmy 臭， Timmy 现在好多了。那是谁的功劳？是我的功劳，我不能说。是啊，是，可以。没事，我们有微信，我们那微信交流。有办法哎、上次真的臭，而且我才知道猫原来会那个放那个，你们懂吧？我去，臭的我晕厥了，真的那天把我们在那个给它梳毛，然后当时我说什么味儿，然后我和苏拉赶快逃离。他每天都会，他刚真的把我臭晕了。每次见到那种。我没想到是那么臭，关键是，对，我家屁股，我每次觉得猫真的臭，我不能理解。金桥也最臭的地方闻，刚刚从我身上真的很臭。对，哎呦我去，皮皮，你别拉你，你真的是破坏王了是不是？拉一路掉一。我俩在拿那边当背景呢，你拿那个拉开了。哎呀，不准咬！还是可以抱一下。哇，我们中间这么多喜剧人。Timmy。张培。Timmy。陈南希。Timmy。杨若曦。Timmy。好稀哦！哎呀，眼屎没擦，还是别上来。不抽一个人也闷。很搞笑。哎，好久没见到陈红。对，他真的长大了，不过变可爱了，脸变可爱。他这脸太聚拢了，我不喜欢脸太聚拢的。别别的，脸太聚拢的就有点像一个猴子。然后他现在脸长开了一点，就稍微可爱一点。对。连一个单不联系。好多了。真的，陈宏宇，太久没见你了，就想你，跟你连。眼距宽很可爱啊，动物眼距宽。你不知道。连我的时候在想，我觉得，可不可以？出有妖，你懂吧？哪里有妖？你是坏事做多了，觉得自己会遭报应吗？陈宏宇，不对啊，我平时也没有在，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也想说，陈宏宇，真的吗？你是你喊杨宏宇夸我干嘛？把声音调大一点。谁在说话？石如君是不是？哎，田王是吧？田王，你在哪儿啊？怎么还有回响啊？陈宏宇，你连你的老婆都不记得了。你这么多老婆，陈宏宇。你居然分得清哪个是你，这个是你哪个老婆？我去，他听出来了。不是啊，我只有一个老婆。真的？啊，谁呀、啊？这应该可以成为你的老公。我的老公。
我刚刚说到哪儿了？对，眼距宽就很可爱，好不好？就是比如像我一样，动物眼距宽也很可爱，只要不是太特别宽，稍微宽一点。那么最不放心的人会是哪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老公。我的老公宽，对，真的很宽。对啊，那你和张润待在一起最不放心的是哪两个人？那就是张润的老公。你看，你认真看一下就知道，确实是宽。那么还有人跟你们在一起，那就是吴雨霏。对吧？吴雨霏是我的老公，稍微有一点宽，我自己还是知道的，还是有一点宽。谁呀？谁呀？吴雨霏来敲门了，不是吴雨霏，你再猜，我给他开门。张恒宇。就是。对。哎呦哎呦！我们在跟陈伟杰吗？哎呦！哎呦！快打架！大家的老公不是刘亦菲吗？快打架！大家的大老公是刘亦菲，小老公是。对，真的是，因为他脸巨太巨拢了，很恐怖，我觉得。然后呢，毛色又是这样，我觉得好像一个猴子，我就觉得好丑。然后这是老公。不过他现在长开了。怎么了？你坏事做多了，你会遭报应的，陈红。因为 Timmy 喜欢被打。Timmy 是。Timmy 喜欢被元气打 ，Timmy 也被元气打了之后，他就趴在地上等着他，等着吴雨霏的 Timmy 打，啊不，的元气打。我没有，变脸啊。对。你连他的名字都说不出口。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癖好，很搞笑。我还录过视频，我到时候发给你们看。就是。你们 N 三怎么邀请我？就是那个元气要这样打他，一般猫是不是被打了都会跑，是不是？他越被打越要去追，他被打了反而更激动，他就要跑过去追，就是越被打越要去找元，越被打越去找元气，很搞笑。今天晚上在公演吗？还是下午？而且他被打了直接趴下。什么时候来上公演？很搞笑。姐，我还录过视频呢。下周节目对你就见到我了。是不是？好，下周我申请了代理。终于是一起。真的？谁？很搞笑。真不要脸。谁？对他一点也不怕，就是他很活泼，真的。怎么又？他很活泼。我最近太多红颜知己了，在你不在这段时间，你说的谁嘛？真的？谁啊？真的是打，因为那个元气要哈他。不是。对。元气是要哈他的。好多人呀！是追着他打。对，但是，但是呢 ，Timmy 跑得很快，他能躲开。就一边躲一边，就他躲完了之后，马上又去找元气，就是很欠，你们懂吗？就是他被打了，他不，对他被打了，赶快跑，然后又要去追人家，就很对，就是很欠，把元气给弄生气了，真的。不然你知道吧？你不知道情况，以后我在 B 站就少了很多论文，很搞笑。刷到你在 B 站。但有的人，但有的人喜欢那种很安静的猫，有的人喜欢很活泼的猫。我喜欢又安静又活泼的猫，就是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安静。你要问他什么？你说你要问他什么？听得到吗？你要问什么？我有点听不到。你可以大声一点。不是，我上次说他在 B 站骂我。我哪里在骂他？我哪里骂你了，陈红宇？做人要讲良心，讲良心。不是，假如睡觉的时候他吵的话，就会太吵，就会睡不着。他问你有没有骂？啊？谢谢。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小恒的。我还以为他问我说有没有是吗？你们双打，我打不过，我打不过。啊，你最好是打不过。一张嘴就打过我们两个人了。你是听你老公来跟我说的，我是不是看你白的？你也是我的老公啊，我怎么会报复你呢？感觉小狗也挺可爱的。这么久没见你了，最近发现小狗也很可爱。是不是那种狗很贵呀？就是那个。是不是？对，马尔济斯还有那个约克夏，我好喜欢约克夏呀！我觉得可以给它扎啾啾，小狗才可爱，大狗太……我那天去宠物店看到有几只狗，你们猜？这是金毛，金毛和我一样重。
80斤，谁懂？下属对，太大了，就是有点太。热闹的像是18个人的。对啊，就是可以把我拉，可能是在遛人，你们懂吗？就是如果遛狗的话，其实是那个狗在遛遛我。如果我去遛，对，该怎么介绍经理呢？客人吗？客人吗？有点臭的一只客人吗？是吧？好吧，我。帅，谁要帅呀？要那种可爱才是最好的，可爱才行。约克夏可以给他扎啾啾，把账号过起来。哎呀，好变态呀！自从人不要凭什么又骂我？突然有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我今天夸了你多少次？吴雨霏又长大了。对啊，你除了夸我长大还有怎样？无时无刻都在长大，吴雨霏。不懂。主要是张震夸你长大，你懂吗？我夸你长大怎么了？我真是。整个人都是他的手下。哪儿奇怪？元气，你看你。他说我夸他长大就很奇怪，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元气很凶是吧？叫我前辈。对，他上次不是打他吗？对。元气，打他。啊，没有，最开始有。打 Timmy。真的吗？我这么人让我这么有礼貌。什么？元气生气了，元气看到我暴 Timmy 生气了，不是我真听不到啊，我必须处境里太吵。因为 Timmy 就是喜欢被打，我给他，我就是帮助他一下。你这句话怎么那么像？主要是他不怕。就是。为什么要对我说什么事情？愿望。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聊个？聊个什么话题？对。开始发挥是不然平时很难得有机会被打。他就是下来。哇，组织大家一起都不行哦。队长发话来一起聊个天。早不组织晚不组织。我不想和你们两个。我也不想和张亮。两个，你是算啥？对啊，一个是你。为什么是我？你说呢？你不想跟谁聊天？不想跟你们两个，我就不想你们。为什么？就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这个，就你的，就是这个，手牵手我看了，又不是我，但是却得张若昀。我今天找到了一个比我还缺德的人，大家，姜宇恒。为什么？太缺德了，在台上笑成那个样子。现在你也缺德。站了半天，看我们在笑什么？笑一些真的很缺德的事情。我真不知道。看好谁？再笑一个字母。哦，我去！我的那个，我的那个就是我的那个东西。我的那个，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个票忘记了。是，笑到粉丝都在看我们。哦，我知道 MV。对。我就是在那个，我们在笑那个字，那我们的对话，我们说，哎，什么？嗯，对，然后呢，你们那就是嗯，当然还问我，那在笑什么？我说别管，嗯，还没有我们，你说了，差不多吧，说我咋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哈，假如买了彩票，可是你没有拿彩票，然后呢，那个彩票中了，还有用吗？真的是他提的，我记得这么清楚啊！那我希望不要中，还没有中呢。还没还不知道呢，还不知道呢。哦，这个视频是不是会剪出来放在？就是。哇，都还更觉得很奇怪了！我的天啊，我真不喜欢买的彩票。我清心寡欲，我真的。天哪，你居然能把屏幕这样举起来！我试一下啊。那试一下。我出家，我真的是，我以后约好了要跟刘烨举起来了，我也举起来，举起来。我以为说你也要出家，不知道，还没有买呢。我只是一个疑问，我想提问一下。举起来，我去，我举起来了，能不能照顾我？喂，喂，喂，喂。
我去 ，Tiffy 说我这辈子遭了什么？哎呦！菲菲现在可不出家，菲菲怎么了？菲菲经历了什么？她不出家？满脸狰狞，不行。我们以后说好要一起出家。对啊，这不是我死，今天还用到了。好好好好好，嘘嘘嘘嘘嘘，哈哈哈哈，再过十分钟我就关了。对了。嘻嘻哈哈。已经会热，已经在热。看我点了一个痣。来给我举一下。他们都说我。哇，这个磨皮好牛啊！我去。你们看。我去，这磨。别！兔女郎怎么了？他听不得，听不得。今天朱姐还说，她说二人妖神。别哭了！怎么了？怎么了？兔女郎，兔女郎，兔女郎怎么了？兔女郎，兔女郎。你要听家？得这些东西。自家自己需要敲一敲木鱼。为什么？解决脑袋大结嘞。对。原来你才是最想出家的那个人。兔女郎，兔女郎怎么了？她现在是需要一些啊，不的，我这个会倒的，敲一些木鱼，怂了，还干嘛？太倒了很多次了，不要敲木鱼了，你打到了吴雨霏的功德。Timmy，兔女郎，哎，你们不懂，说明你们正常。Timmy。兔女郎怎么了？给我一张纸，吴雨霏讲，给我张纸，擦一个眼屎。来，我擦过的。啊！擦过的，我擦过你擦过的，是不是真的？我去！我听不懂，你们懂，你们不需要懂。眼屎擦，别懂，别懂，我想懂，别懂，你知道。不聊啥了？不是你吃了点啥？是不健康的吗？是。啊？有我那个不健康。你又是哪个不健康？就我刚差不多不健康。不是，你拿给吴雨霏看一眼，吴雨霏现在马上敲木鱼。阿可爱，你快拿给吴雨霏看一眼，看一眼。哎呀，收你了，现在开始长了。好，快点给吴雨霏看一眼，我一定要看到吴雨霏的表情。你现在先把你的表情平平平，然后摆不出更恶心的表情。快点，张润。Timmy。张润。Timmy。快点，我在看你们，是我听到什么？好，我给你。什么东西啊！我不高兴了，还要怎么跳？嗨，点他！你刚为什么不帮我说话？天，我今天晚上不什么？我睡不着觉。你刚为什么不帮我说话？帮我说话？什么？要清心寡欲的东西。哦，听见了。我说，我今天晚上不帮我说话。说什么话？刚刚星星一直说我，说你了吗？我也没听呀。你刚说没听见，还真没听见。我真没听见，我在专心和粉丝聊天呢。我说没听见是吧？对，你再给我讲一遍就可以了。好吧，没关系，没听见就算了，我挂了，我就是问一下。不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坐这，你确实在认真跟粉丝聊天。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说。你凑近一点。能吃啊？你凑近。你是不是长了个痘痘？不是，别一会儿亲你哈，我可不这样。还不好意思，还这样子。什么？不是。哎呀，我只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张无语，饿了吧？我走了。啊？我走了，拜拜。高爆了已经。这是我的第一次胜利。玩意儿，缺心眼儿。我要下哪一个？我受不了了，我今天必须要敲。听见了声音吗？我今天不敲一点，我睡不了觉。对，第一次我没有把自己给尬哭。小木鱼，就这。
谁的抄啊？我受不了。我抄到今天直播间直播间。好搞笑。听不得这些行不行？那你能听？这才是撩妹。那你还出家？你不许出家，你把家留给我们叔。因为和陈宏宇比较熟嘛。这是什么东西啊？不好磕的。你受不了什么？就是不好磕的硬磕，对，真是受不了。就是什么东西是你的 CP 不的？说了太感了，说了太感了，说了太感。哇，那你说说有什么好磕呢？你这个意思就是有好磕。给我们介绍什么？我就意思说的没有好磕。说不，他的意思就是他有。没有，我说他没有。有什么好磕呀？全部。举例 W 飞啊。W 飞好磕吗？妈，嗯，那可不，那好磕吗？这好磕啊！你这个也太小声了，太大声了，不然敲不过。比如张飞，张飞是我张润，张飞是叫这个吗？张润都成了，我第一次听见。你最好是当年看暖暖的弹幕的时候，看说哇，我们俩叫张飞耶。我去，你还记得哇？你哇，我的。我觉得我目前觉得吴亦菲我去，我真不敢记得，因为那段时间我太瘦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但是，所以我不想记得。哇，这就没意思了，一个已经在嘴边了，你看。虚假，我们怎么熟了之后就变虚假了？你这是很直接的。你说说你第一个想说的那个呀？金佩西比？不是啊，你刚刚嘴打结了呀。还有什么？比呀。我们能不能点个奶茶？好，现在喝奶茶。嗯，不然现在不喝奶茶，不喝奶茶。为什么？我睡不着。那挺好。哇。本来不就也不，本来不就也睡不着吗？是有点想要早点睡的。只是睡不着和睡不睡是两码事。居然如此，大家给钱，无语数了。我不需要保存呐，我对啊，确实，他们都在敲。哦，有个好磕，狗都不磕。狗都不磕。那确实是狗都不磕。狗都不磕，不是你和罗可嘉？对不起，罗可嘉了，确实是狗都不磕。你们狗都不磕，还没有我跟罗可嘉可惜不是你好磕呢，我们还亲过呢。不准敲了。啊！不叫了，不叫了。哎呀！陈宏宇要求近一点吗？他连过太多人，拒绝。你快跟他连呢。他想连了，连一下。他要和我们这一圈人都连，别给他连。是我跟他连的，不是他连的我。拒绝。好吃吗？你还要点两下。这是你的意思，噔噔，好吃吗？就是。我现在说每句话前，我都要讲两，都要先敲两下，以防我那句话说出来太。我的睫毛掉了。能不能别？我把它摘了。不懂。不家人，不近女色，不准尝一下。尤其是陈宏宇这种。陈宏宇是什么女色呢？哇，陈宏宇还不。哇，你们吃了这个，你们觉得好吃吗？这个还行，对吧？像粥，有点腥哦。腥吗？还好。腥啊，很有点奶。就是要吗？那我再给你们一些。有很多啊。我买的，就是我给他的。他给我的。陈宏宇，不给我。连呗，快满足一下他的欲望。花椒。这个耳，我跟你讲，这个耳是太重了。因为我觉得你是吃那种不健康食品了，这种健康的要留给什么意思啊？羊肉哇，我知道了，肯定是你觉得西西该补点儿，补点什么？我不讲话，不讲话挂了。陈宏宇要讲话了，我得先敲一点。他怎么不讲话？对，安静，我在等陈宏宇讲话呢。我发现那个抖音花椒买的太多了，吃不完。结束了，他结束了我的麦，他不会。我就给大家都分发了一些。安静吗，陈文？我竟然饿了，就这个点。哼，下午真的吃太早了。好，再过一分钟我就关了。大家拜拜。陈宏宇只想挂一下我的连麦是吧？他是为了连上你，然后挂掉。拜拜。啊，我没看。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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